他们对于蔬菜喜欢的习惯，对，所以他们还是喜欢吃，就是炒的或者是热的菜。所以这几天他们点的那个量最多的是什么？最多其实就是小笼汤包跟红烧牛肉面。过去我在当立委的时候，我曾经咨询过啊，就是配备不足，常常有待遇也不好。那这一次我看是不但都改善，而且是配备齐全。 过去都是非常非常用心，我们国训都是非常的隶属，可以说是大家用最体贴的心情，让选手在外觉得很被重视、很被照顾，然后他们觉得很温暖，所以我相信他们的表现一定也会正常演出，因为我们都觉得正常演出就一定会夺牌。